范冰冰低调过生日，李晨暗传真爱密码。范冰冰自从卷入逃税风暴后，身影超过100天，和李晨的恋情也算已经掰了。微博还出现李晨渣男现形记讨论串，但范爷的造型师好友卜克文在微博po出李晨的微信朋友圈截图，指李晨在范爷生日当天确实有向未婚妻祝寿。在美国拍戏的他还特地算好时间，在凌晨5:20发文表达爱意，好友卜克文替他抱不平，不在微博上祝福，只是不想听到乱七八糟的声音，没想到就被一群人拿来恶意解读。娱乐动新闻，我们一起牵手并肩一路走下去。报道。